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若复有人服侍佛塔，或十功德，何等为十？一、色相圆满；二、身体雍直；三、音声微妙；四、远离三毒；五、路无虫刺。六，种族最上；七，崇贵自在；八，命中升天；九，体离垢染；十，素正圆寂。如是功德，服侍佛塔，或有私报。那各位就要尽量从你日常生活里面转化自己，不要再自私了，都想着别人。我们要做供养，各位为谁做供养啊？为众生，不是为儿子啊，不是为爱人啊，为众生。这个叫发菩提心啊，对佛菩萨有信心，对众生有悲心啊。所以我讲功不唐捐，你用嘴巴念佛声音好听，对不对？你用身体去做义工，身体庄严，你用钱去帮助别人，将来钱多多，这无法避免的果报。所以三宝门中福好修啊，各位你要皮肤漂亮吗？没事就拿个扫帚来扫地啊，你要皮肤更美吗？拿个布来擦塔啊。不管你要用什么来布施，你用你的身体来布施，绕佛塔，你一绕这个塔就对世界放光啊！你在拜佛，礼佛一拜罪灭河沙，你拜佛众生消业障啊！所以我们是三宝，让我们有机会不断的修福报。若复有人于如来塔欢喜赞叹，或十八种圣妙功德，云何十八？一、种族尊高；二、形象端严；三、圆满雍直；四、见闻欢喜；五、资财无量；六、眷属广大；七、远离散坏；八、尊贵自在；九、恒生佛土。十，声誉遐布；十一，美德赞颂；十二，四世丰足；十三，天人供养；十四，德转轮王；十五，寿命延长；十六，体坚金刚；十七，命中升天；十八，素正圆寂。如是功德，
欢喜赞叹佛舍利塔，获思圣报。所以各位，佛像庄不庄严？紫云阁庄不庄严？你随时阿弥陀佛好庄严啊！出家师父外表庄不庄严？庄严啊，轻飘飘了。哎呦，走来面成饼我身上穿了几百万的黄金，都还不如出家师父那件衣服啊！我拥有世间的皇帝几百万个公司，还不如出家人的自由自在啊！每天要学习赞叹。佛陀为什么要我们赞叹呢？不要看别人的缺点，要赞叹别人的优点，要看对方的好处。所以各位每天要这样赞叹，赞叹诸佛菩萨，赞叹经典。南无就是赞叹的意思，供养、赞叹、顶礼。南无妙法莲华经，对不对？南无楞严经所以各位以后你到寺庙，除了供养佛，要供养一切法，你要赞叹南无三藏经典，对不对？一般三藏经典都放在那个佛像后面我藏经阁里面因为法最重要，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都会供的华严经。那这个是什么？念一下来：正觉佛塔、菩提心塔，这个代表佛的心佛像代表佛的身体经典代表佛的嘴巴，菩提塔代表佛的菩提心所以永远都会摆着佛像佛经、佛塔佛陀的心脏在这边，菩提道次第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一直到成佛无间顶相那佛告诉我们，看到佛塔就看到大悲心、菩提心。所以盖佛塔功德大不大？大。绕佛塔、盖佛塔，哪怕一颗米的佛塔都很重要所以各位以后一定要到那些有佛教文物的去请佛塔，然后你最好呢做多一点佛塔送给人家，每一个人身上都带一个小佛塔，那有一部华严经，有个佛塔，头佛塔又透明的，代表空性大悲心，里面又装着华严经，开车平安要如此。所以各位庄不庄严？那你就得到十八种功德了，赶快念。看到佛像，看到佛塔，看到佛经但是这些我们要介绍，佛经说出家人在家人都要介绍三宝的功德，让别人很欢喜，这个很重要，很有信心。像各位大家都供养，刚刚做了大供养、十供养，快不快乐？升天自在，相好庄严每个人的学佛很快乐所以我们欢喜心赞叹佛、赞叹舍利塔、赞叹佛经，有十六种功德。弥勒，若有人以种杂彩而为会事，或附熔铸、金银、铜、铁、铅、锡等物，或有雕刻旃檀香等，或复杂以珍珠、罗贝、锦绣之成，丹土、白灰、若泥、若木、如是等物，随起立分而作佛像，乃至极小如粒子大，能令见者知是尊荣。其人福报，我今当说。弥勒，如是之人
于生死中虽复流转，终不身在贫穷之家，亦不生于边小国土，下列种姓，孤独之家，又亦不生名利车等、商孤、贩吏、徒快等家，乃至不生卑贱技巧、无尽种族、外道苦行、邪见等家。除因愿力，并不生病，世人长生转轮身亡，有大势力种姓之家，或生进行婆罗门，富贵自在，无过失家，所生之处常遇诸佛成事供养，获得为王，能持正法，以法教化，不行非道。或作转轮圣王，七宝成就，千子具足，腾空而行，化四天下，尽其寿命，自在欢乐。或作帝释，夜魔天王，兜率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人天快乐弥不接受，如是福报相续不绝。所生之处常作丈夫，不受母身，亦复不受皇门，恶行卑贱之身。受之身无诸丑恶，目不盲渺，耳不聋聩，鼻不曲利，口不歪斜，唇不下垂，意不皱色，齿不疏缺，不黑不黄，舌不短疾，相无流影，形不雨楼，色不斑驳，臂不短促，足不瘸跛，不甚瘦，不甚肥，亦不太长，亦不太短，如是一切不可喜相，悉皆无有。其身端正，面貌圆满，发干青色，软则光净，唇如丹果，目若青莲，舌相广长，齿白齐密，发言巧妙，能令闻者无不喜悦。臂肘雍长，掌平坦厚，腰臂充实，胸臆广大，手足柔软，如兜箔锦。诸相具足，无所缺减，如那摩延天有大精力。
所以各位在公司也要偶尔供供花、供供水，能够供香、供养供养。在车上摆一尊小小的佛像、佛塔也可以。那上班啦，阿弥陀佛，对不对？那这样会有很大的福田啊、那这样以后做起事情顺利。那各位要懂得念一下：改造生命，增加品质，达到巅峰。达到巅峰就是圆觉，圆满觉悟就是佛陀啊。佛陀是人字旁，福代表没有缺点，只有优点，叫佛啊。那成为一个佛陀，那你就能够承办所有事业，因为你有福报，还有智慧。那所以，那我们就要开始积这个资粮。如果你希望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高官显要，多礼拜佛塔、佛像、佛经，多礼拜修行人、有道德的人，那礼敬三宝，因为三宝是最尊贵的，反作用力，被尊敬，高官显要啊、你要做有影响力的人，做官要如此。所以我非常感恩，那我会产生力量，对佛像怎么样升起恭敬心，不会产生他们是同胎木质的感觉。所以佛像你要思维他的身口意跟功德，而不是他的形象是木头做的或是什么做的。所以这样啊，譬如说看到观音菩萨，你要想到他的悲心，看到地藏王菩萨，按照地藏经地藏王菩萨的愿力，那这样你就容易升起恭敬心，不能一直定在形象啊。请问如何持好菩萨戒？那我想不离菩提心，按照菩萨戒的戒条的行为去实践。菩萨阿弥陀佛，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武汉肺炎乃至扩散的问题，那站在佛法的角度，怎么样能够很快的把这个肺炎消除掉？有一部经叫佛说雀瘟黄神咒经，就是如何消除瘟疫的这个咒经，然后它是用黄色的纸去印，这里面就有说到，如果能够念出这七个瘟鬼的名字，那么佛法的加持他们就会离开，然后呢再用五色线绑七个金刚结，甚至又把绑在这个雀瘟神咒放在身上，吊在家里，这些瘟神瘟鬼不会接近。就算说你知道对方有传染病，然后你把这个雀瘟神咒放在你身上，最好再加上这个五色线绑七个结的，就算对方有传染病，你也不容易得到。所以借这个机会要把这个重点告诉各位，但是这七个鬼神的名字我念出来，前面会念个沙罗雀，沙罗雀，沙罗雀是说帮助消除瘟鬼的神王，他集合起来16个就可以把这个七个瘟鬼消除掉。所以我现在念一遍，
那各位就合掌，所以南无佛陀也，南无达摩也，南无僧伽也，南无十方诸佛，南无诸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圣僧，南无宙斯，今我弟子念自己名字所说神咒，即从其愿，如是神明，我今当说沙罗雀。各位跟我念沙罗雀，沙罗雀，沙罗雀，就呼喊神王、孟多兰鬼、阿雀尼鬼、尼雀斯鬼、阿雀那鬼、婆罗尼鬼、阿毗罗鬼、婆罗尼鬼，即去即去，就是离开离开，莫得久住，那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各位再跟我念一遍：沙罗雀，沙罗雀，沙罗雀，孟多兰鬼、阿雀尼鬼、尼雀斯鬼、阿雀那鬼、婆罗尼鬼、阿毗罗鬼、婆提尼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那各位呢，看这个录影带，你能够念21遍，然后再把这个神咒经，如果没有没关系，然后又用这个五色线绑7个结。那绑结怎么绑呢？我教各位很简单，那个手指头来绕三圈，绕三圈以后这样穿过去，那就是一个金刚结。所以我再念一遍，那希望各位用悲心经常念来：沙罗雀，沙罗雀，沙罗雀，孟多兰鬼、阿雀尼鬼、尼雀斯鬼、阿雀那鬼、婆罗尼鬼、阿毗罗鬼、婆提尼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那还有一个咒语也是叫雀瘟神咒，也叫密瘟神咒，多念，跟我念一下：嗡乌鲁尼波扎梭哈，嗡乌鲁尼波扎梭哈，嗡乌鲁尼波扎梭哈。那各位经常这样念，用悲心，阿弥陀佛。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生活在一起，生命电视，触动，行动，真感动。
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第二，贪色为罪，世人罪逼，欲风成形，名为八鬼。贪色就是淫习，前面十习音的淫习，贪淫的人，这种人由造淫业，造了严重的罪过而堕落无间地狱。这个人在地狱里面受罪受完了，从地狱里面出来。出来之后要成为鬼呀、怎么样子成他的鬼身呢？碰到风会成形啊，因为这个迎风啊，所以使他出来之后，他遇到风就成他的这个这类贪色为罪的鬼形。这个鬼叫做什么鬼啊？名为拔鬼，拔旱魃，旱魃就是久不下雨的那种旱天旱的情况。按照古书的说法，有一部书叫做《神异记》，也叫做《神异经》。《神异经》里面有说这个拔鬼呀、大概高两三尺高而已，其形如风，他走路走起来啊，像风一样呼呼叫啊。他所出现的地方啊，必定就会天旱，会大旱，就是不下雨，好像是这个天上要下的雨水啊，都被它洗干了，这种的妖风所成的这个拔鬼，那么因此它会使地方不下雨，这个不下雨，据说就是这类拔鬼所造的，引起的这个情况。不过实际上这只是助缘，地方上的人不修善法，造恶业，遭受到这种的旱魃的情况，那么魃鬼就会出现。假如地方上大家都修善法，善生复威，那么魃鬼也就无从去发展了。第三，贪货为罪，世人罪逼，欲出成形，名为魅鬼。第三种是贪货。